又录音，小声音，就是开心啊，刚才叫，但不知道他开心到哪儿，这为什么那么开心？嘿嘿，录音也挺活泼的，尤其半夜，现在是半夜2点多钟了吧？是他们，咋还边玩边叫呢？我去，这干啥呢？啊，自己就整出来个万马奔腾啊！谁叫的？谁唱的？嗯？你说，我去，你说这些猫平时愿意站在这排一排，站一排，在门口的不止一排，一两排，不许打岔。灿灿是你哥哥，那是从小就特别关照你，对你那么好，你还动手要打哥哥？对呀，球拿出来呀，怎么半天还在那扒拉呢？哎呀，太笨了！球呢？这眼神儿啊！路易。走，我你俩还玩上接力了呢。哎呀，这是，哎呦，我去，这你俩真是，你俩配合的。还挺牛呢，刚才酸菜那个站着在那颠球，那真是厉害了。累了，不嘚瑟了，不跑了，看酸菜的。哎呦，酸菜这个手。有点像那长臂猿似的，你看看，才发现拴这玩球真是有一套。那个动作有点优美，也有点另类。路易在那运用蛤蟆功呢，想扑那球，扑之前。腮帮子得鼓起来，得运气，呱呱呱！呀，你可玩的多开心！你咋回事儿？你没有球就跑，空手就跑过去了，嗯？咦，多好玩！这屋球还不太容易踢丢，你去，多好，多开心呐！路易跟他跟姐姐追着踢那个球。哎呦，你要玩这些球吗？别一个霍霍了，地上有球就玩那些球。你咋了？球呢？你刚才是拿啥停的球？我没看清，是拿爪子还是屁股一下把球给捉住了？说那干啥去了？跑呢？看日出去了？有那一个球就够你们玩了，是吧？再说也不能一个劲儿老玩是吧？那我就不管你们了，你们在这边玩吧，我去看看别的猫去了啊。